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咁啊相信好多網友咧都知道咧，我喺 Patreon 嗰度咧就開咗條 channel 嘅，咁內容咧除咗一啲嘅視頻短片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內容嘅，譬如包括商業趨勢啊、科技趨勢啊，或者係一啲嘅電影啊、雜誌嘅介紹啊，仲有咧希望嚟緊咧可以咧喺嗰度搞呢個課程同埋活動嘅。咁但係咧有網友咧就透過 Facebook 啦、YouTube 咧都同我反映，就係話。喂，好似咧個平台好難用啊，或者係叫做唔知點樣上去啊 ，login 嗰個時候咧，亦都遇到問題啊。咁所以我就決定咧拍呢條嘅教學短片，咁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幫到大家咧去Patreon 嗰度咧去 follow 到我，或者係其他嘅 content creator。好啦，先嚟介紹一下 Patreon 先。Patreon 咧就係喺2013年由兩個嘅後生仔創辦嘅，一個叫做 Jack Con。另一個叫 Sam Yam，Sam Yam 係咪中國人呢？咁我就冇深究啦。咁佢哋喺2013年咧，透過眾籌咧就籌得210萬美元，之後咧再籌得1500萬美元。咁佢哋都非常厲害啊！公司喺頭嗰18個月咧，嗰個贊助人數竟然高達125,000人。跟住咧，佢哋透過呢個資金咧，就收購咗另一個嘅相近嘅平台，叫 Superbowl。呢個 Superbowl 咧已經有好多嘅創作者咧就喺裏面咧提供內容啦，咁所以 Patreon 收購咗之後咧 ，Superbowl 嘅創作人咧就自動成為呢個 Patreon 嘅創作人啦。好啦，再講講點樣登入 Patreon 咧咁樣，嗱有兩個方法嘅，一個咧就係透過呢個 browser 啦，係咪啊？咁啊輸入 patreon.com， 咁或者咧係透過 app 嘅。如果你是用蘋果嘅，咁你用 Apple Store 啦；如果你是用 Android 平台嘅，你就去呢個 Google Play。好啦 ，Patreon 咁佢有3個嘅登入方法俾你嘅，第一個就係用 Google 啦，第二個用 Facebook 或者係輸入呢個電郵嘅。嗱呢一度我要提醒大家嘅，你哋喺登入嘅時候咧，記住係選擇一種，千祈唔好一時咧就 Google， 一時係 Facebook， 一時係 email， 因為點解咧係3個 account 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支持超過一個嘅 content creator 嘅時候，你用唔同嘅 account 咧，咁你又要用唔同嘅 account 去處理啦。我就比較喜歡咧用 Google 嘅。方便，好啦，一撳咁啊，揀一個 account 啦，咁樣嗱，呢個係我小朋友嘅名嚟嘅，好啦，咁跟住咧就 search 啦 ，search 你想嗱，除我嘅平台就叫做 Choice Talk 啦，輸入我揾到啦，撳入去，好啦，睇到啦，啊呢、這個人咧而家有616個 patron， 佢嘅目標咧而家完成咗大約。一半到，好啦，下低按 Become a Patron， 好啦，咁样揿一揿落去咧，都未成为 Patron 字嘅，佢就会话俾你听，嗱，有3個 tier， 有3種嘅 Patron， 你拣边种啊？第一种 Official Patron， $3，咁咧有咩啊 ？Early Access、Patron Only Updates 同埋 Chat Community， 咁即系基本嘅嘢啦吓，可以睇到我啲嘢啦。第二 All Access Patron 咧$9一个月。咁就有 exclusive BTS，BTS 咧 stand for better than sex 啊，係 behind the scenes。咁又跟住咧有 voting power， 即係如果我有啲嘢要投票嘅話咧，一個嘅tier 嘅patron 咧就可以投票。跟住有 live stream， 即係現場直播，同埋呢個所有上個 tier 嘅權利。第三個 level 咧就係 VIP patron， 咁就$25一個月，咁就有咧。名謝啦，同埋個人嘅 thank you video， 同埋咧所有上個 tier 嘅嘢。咁呢3個 tier 嘅 benefit 咧，我係會作出一啲適量嘅修改嘅。譬如嚟緊有啲課程啊，或者係嘅活動啊，咁呢啲咧都會係有一啲嘅唔同嘅 benefit 擺落去嘅。好啦，介紹到呢一度，咁我希望咧大家咧都好清楚啦，咁就可以咧盡快嚟我呢個 Patreon 嘅平台咧去支持我。多謝大家。